喜不喜欢我？ 是我知道的意思。哦，哎，你又怎么了？反正你也知道了，我丢脸也丢尽了，我也知道你不喜欢我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不喜欢你啊？你看，这是我自己雕的，它是一个时光机，我原本想说把它做好了再跟你表白。 但谁知道被你抢先一步了。没有抢先，我还没表白呢。你给我春晓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你喜欢我呢？我不信。你干嘛不相信？其实呢，我喜欢你很久了。 但如果你硬要说一个具体的时间点的话，那就是在众星拱月那次。你替我许愿之后，我就觉得我好像有那么一点动心。然后还有气球事件，从那件事情之后，我就确定我喜欢你，而且往后的每一分每一秒，我都喜欢着你。可是，我也没想过你会表白啊。 其实从高考后我就想着跟你表白，那时候我还查了一些攻略，但因为一些意外我就没能成功。不过我也意识到了，我不太适合那种方式，所以我就做了这个木雕。它虽然有点丑，但希望你会喜欢。你喜欢，我当然喜欢啊。不是你喜欢，干嘛哭啊？喜欢我，所以我哭嘛。 不是，我就是现在心情有点复杂。我之前以为我喜欢你，应该是我表白的。可是我还没表白，我怎么就对你表白了？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一起了吗？女朋友，你要去哪儿？ iQIYI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